啊。是的，谢谢。是的，有我们三和新理事长以及我们武汉罗素新理事长。哇，今天最特别啊，能够将这首歌曲来献给我们的市长及我们在座所有每一位。是，在此我们再来热烈郑重欢迎我们。谢谢主持人基本今天这个在中秋节的前夕，我们表扬我们的长青楷模跟敬老楷模，还有在场所有的家属。那今天在台上有我们的区长邓玉才邓区长，我们龙潭的议员张兆良张议员，徐玉树徐议员，还有严中杰议员秘书林昭贤，段宜康委员的秘书李建宏，那当然还有我们所有的里长和所有的贵宾，大家好，台大后。那龙潭真的是一个好地方，那么龙潭是我们全台湾哦，这个退休生活，那么选择龙潭，啊，这里的步调比较慢，那这里很适合这个过一个养生的生活。那在这里表扬哦，这个长青楷模特别有意义。那我们这里有美好的客庄，也有茶香，啊，也有龙潭的淳朴的这个城市的生活。那今天有二十几位哦，受表扬的我们的这些阿公阿嬷。那么我想哦，这个在这一代的长辈哦，都走过了贫穷，走过了战争，啊，走过了为家庭辛苦扶持的年代。那我想家人这个看到我们每个长辈能够健康快乐能够自在，我想这是最高兴的事。那退休生活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，那我们希望退休的时候是能够头脑动一动，这个手脚动一动，让亲友多走动，能够让这个退休生活人家说这个在地老化，能够活在自己的社区自己的亲人里面，我相信这个是最温暖的。那当我也看到有很多我们现在新的政策哦，我们的长期照顾希望有些这个部分哦，大概不到10%有失能或者是失智瘫痪这一类的哦，那需要居家的护理，但是90%的老人我想相信哦都是健康的。那就算有一点老人病或者是慢性病，只要透过适当的服药，那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很好，这个有20%左右哦，要跟这个疾病相处。那但是我们的未来的这个医疗照顾跟我们的肠道政策哦，希望所有的长辈哦活在这个社区里面。我们现在有包括像这个医疗小管家，那可以让基层诊所跟社区的药局提供一些资讯，啊，也有关怀据点哦，推动叫做地区医药师的政策，那可以让我们大家咨询哦，这个用药的安全，啊，也有未来我们的这些这个长照服务的居家服务员等等，可以到家里服务。那我想这都是希望我们将来老人照顾哦能够做得更好。那当然我自己也很注重老人的福利，那么桃园哦3年敬老金最多。一节7500块，重阳节再发2000块，一年大概是9500的津贴。那我们的敬老卡也有800块的点数哦，可以搭乘公车。然后我们还有老人装置假牙的补助、健保费的补助。那我想桃园的老人福利真的是比较完整。那我是希望将来哈，这个社区关怀据点可以慢慢提升为这个西级。好，下方照顾站能够有一些设备，不管是做简易的复健，让我们能够多走动，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。不过就算没有到关怀据点，到社区里面运动场打太极拳也很好，外丹功也很好，这个练练这个我想漫步也很好，
那希望我们所有的长辈们今天在崇拜表扬的时刻，可以注重养生，注重健康。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，那么我想我们不只是充满了感谢，对老人照顾要细致，要贴心。那今天每个表扬的都是我们里长哦，听说花了很多精神啊，花了很多精神，那个能够这个选出来的一个里长选一个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那我也请社会局哦，现在正在规划这以后的金婚跟钻石婚啊，以后我们希望能够金婚跟钻石婚也送一点礼券啊，这个金婚是50年，那钻石婚是60年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，这个。今年有几个区有示范，看能如果全市能示范的话，我们全市都来办。哦，金婚加钻石婚哦，应该送礼券，这样大家说对不对？好，那龙潭在进步，需要大家一起协助，我要特别谢谢龙潭的议员。那今天这个温馨的场合，我就不再说一些地方建设，希望我们真的打造龙潭成为一个慢活、乐活、充满魅力的一个。这个城市退休选择这里最好，这里可以让我们这个快快乐乐。但我知道最近好像做了龙潭夜市哦，每天都塞车，夜市人很多啦，太热闹了啊，这是好事啊，代表我们大家夜间有地方去，那我们会把那个交通再进一步把它管理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龙潭节快乐！谢谢，再次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我们市长，谢谢，是我们有请。市长好，我们因为要邀请我们的贵宾到台上来，我们就请市长先稍微做休息一下，请回座。我们有请各位长官先请回座，谢谢谢谢。那我们有请工作人员，我们开始来迎宾，请我们敬老长青凯博请到台上来。我们也有请所有里长来迎宾我们的凯博们，请到台上来，谢谢。是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引导我们所有的凯博们，有长青啊，我们先长青啊，敬老先等一下啊，我们的长青凯博，请先到台上来，我们敬老凯博呢，待会我们在第二区块拍照，是我们有请里长先来引领我们长青凯博，是我们待会到台上来拍照的时候，各位不要忘了在台上拍照，给予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。是我们今天谢谢长青凯博先到台上来，我们敬老凯博呢，请稍微等候一下，待会我们第二阶段的大合照。是我们有请工作人员，我们有请里长来引导我们长青凯博。是我们有工作人员可以将位置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凯博们。是，待会我们要请，首先长青凯博先第一份的合照，也要请所有各位里长，待会请到台上来。我们整个将合照的位置安排好，我们再来邀请各级长官，我们再来邀请我们市长到台上来。是我们好，各位我们的凯博们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先等，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为各位安排好我们所有坐的位置。是好，我们各位请看到正中间，我们摄影师
所有各位眷属宝眷们，我们手稍微放下一点哈，拿手机拍照的各位，因为我们摄影老师呢正在为大家做大合照，请各位前方不要举高，也请不要站立哦。好，是的，现在我们将最美丽的笑容来看向我们摄影老师。是的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来拍照一二三，好不好？一的话，我们比出大拇指。好，来一，大拇指赞，长期彩膜赞不赞？好，我们比二，耶！哇哦，我们掌声给我们的长期彩膜。是的，我们来比三的时候呢，各位比出 OK。是的，比出 OK， 耶！因为呢，我们要比出 OK， 这是我们的心肝宝贝。我们再来邀请我们敬老楷模到台上来。是的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请领导我们有工作人员会来引导我们的长青楷模，先请回座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工作人员来麻烦一下来引导一下。是的，我们在待会呢，我们敬老楷模再请工作人员。